的包从不拒绝，反正已是空空空空如也，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，徘徊在失老板这边有没有娃没有没有，只有西只狼一步两步一步两步一步一步是爪牙，是魔鬼的步伐，摩擦摩擦站在光滑的地上，摩擦摩擦是魔鬼的步伐，是魔鬼的步伐，一步两发工资了，支付宝信用卡还款成功，余额剩余八毛。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是竟然没捂热就离我而去。刚才我一个兄弟被十个人围着打，我这个暴脾气哪允许这种事情发生，当时我就冲了过去解决了一半，五个打他，五个打我。